今儿个真是中大奖了，居然被我们撞上未来的人鱼王刺雅殿下。刺雅。 神看起来好哀愁哦，拉菲多斯，问你的神呢？我真的活不过今年了，请您告诉我，真的是您在诅咒我吗，姐姐？ 如果真是如此，万年的神啊，我每天都来此忏悔，希望你能宽恕西服的罪。赐雅愿意承受诅咒，请您释放西服的灵魂吧。